这是八斗子渔港，这一颗是金星，八斗子渔港。基隆屿，基隆屿晃悠谷，这也是平浪桥，往潮境公园的平浪桥。左边是基隆山，右边是九份。还是九份，血液跑出来了，血液在九份的山头上。九份山头上的血液，这也是九份，现在在九份跟基隆山中间的上方这里跑出月亮，那等到它跑出这块云层上面才看得到，所以九点之前这块云要散掉才能拍到它，看能拍多少算多少。这也是平浪桥，这是渔船，月亮跑出九份山头了，哇，有有有有有，
就是其实实际的月亮看起来旁边的光晕像这样子，然后里面的斑纹像这样子，所以你没办法把整个斑纹都拍进去，把斑纹跟旁边的光晕拍进去，对啊，月亮旁边有一层这种光，旁边有一圈这种，可能在云被云挡住了，所以有一层这种光吧。啊，已经吃完了，小人回家吧。